你说。你说你的手。哦，刘老师手断掉的时候，就医生反正说希望你上个月再开始复健，因为有伤口，然后再这样拉扯，他会疼痛不止。医生也会很建议说，你就是就算动一下，但是一天至少动了10次、20次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天至少动上2000下。动2000下。每次就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，就是强迫。那你到底是哪里这边断？这一边断，我是整个断掉。我现在自己强迫这样子动了。不过也有个好处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伤脑筋。